嗨，我是甜儿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买硬碟可是没有办法用的困扰呢？因为我每次都是买了然后不能用，我又拿去换，买了不能用又拿去换，然后问那边的小姐，她就说因为你的手机本身就是没有这个，就是不知道是我的就是手机的容量还是就是我买错了那个头，好像都会有问题这样子，然后分享给大家，就是原来是要去看手机的，然后它的内建有没有提供，所以是Samsung 的S20 FE5G 的，对，要看它里面的就是可以就是用的那个就是范围在哪里，所以我后来就是自己回去然后看了一下，哦，原来哦，可以就是看一下它的内建，像它就是传送的速度，像我要买那个卡，它就是 USB 3.2，它刚好都可以到 3.2， 所以如果说你的手机没有支援到那个 USB 3.2 的话，然后你买到 3.2 了，你的手机只有 3.0， 然后或者 3.1， 它就不能用，对，所以要看清楚，因为我每次去买的时候，他都跟我讲说要看你的手机有没有支援啊，我哪知道，然后后来就自己就是看了，就是哦原来。就是要应该是只有我不知道还是你们也不知道，对，所以如果不知道的话你就可以就是参考一下这个影片，对，像 USB 3.2， 然后你如果跟我手机型号是一样的话你就可以用，对，所以到时候再教大家就是要怎么样看你手机内建，像如果你是买像这样子硬碟式的，对，然后你就可以买像这样子的短接器，它就可以就是插在手机的后面，你就是把你手机里面要的，然后备份到这，哎，也可以转接到这边。像我是买到就是256GB 的，对，它应该还有再出更大的吧？如果有的话，我就买更大的。对，因为我的手机像三星的那个 S20 FE5G 的话，它可以就是支援到 1TB 这么大，就是外接记忆，它可以就是传到那么大，所以我就可以就是看说，如果说我的硬碟有再更大的话，我就可以把它就是存进，就不要超过那个 1TB 就好了，因为 1TB 好像可以存到200多部影片哦，是那种电影的那种影片，然后好几个小时，一两个小时的那一种，然后可以存到200部，对，所以我之前都是买这种的。就是这样小小的，然后直接插在他的那个手机的底下，然后可是他像他这种的话，他其实容量都越就是没有出到那么大了，对，所以我现在我就直接买了这个转接头，对，像那个三星的那个 S20 的 FE5G 的话，它的那个转接头一定要用这个型号的才可以，它的转接头，因为我之前就是买到就是另外一个牌子的转接头，然后跟那个硬碟，其实硬碟我都可以买到很大的，然后我这转接头买不对，所以插在那个就是手机底下的时候，它完全没有反应，然后我就傻眼，我想说哈，又不能用，然后因为我就问那个卖手机卖一些就是配件的，然后他就说可以啊，然后什么什么，我就想说他就说可以，然后后来我又再去买硬碟的，就说你那个头如果不对的话就不能用。那他就说可以用，对，原来他们也不太清楚，所以我就自己只好就是很努力的看了一下，哦，原来哟，就不想要白跑，所以我就记得了。像你本身，如果说你就是不知道你的手机它的那个产品的规格是在哪里的话，你就可以就是搜寻你的手机规格，然后点进来看你的手机的型号，它的那个就是外接记忆有到多少，然后像我的这个牌子的手机的话，它的外接的记忆可以到 1TB 这么大，对，然后你就可以看一下，这边就有写，就是它的外接记忆提到 1TB，对，所以你可以就是 1TB 以内都可以，200多G 啊什么都可以使用。对，然后像它的那个 USB 的版本啊，然后你就可以就是一定要买这个 TYPE，然后横线 C 这个，
版本，对，它的短接头这个你才可以用，所以你就可以就是看，啊，不要买错，买错的话其实就是你的就算家长的手机，然后也不能用，对，就要拿去换。然后像你 USB 的那个速度的话，你就是可以就是3.2的话就还蛮快的。对，可是如果说你是本身内建是只有3.0，你买到3.2的话，那碟就不能用咯。对啊，就提醒大家可以就是注意一下，然后点到就是搜寻你的手机的内建规格。像你去卖场的话，他都不会跟你讲这些，他只是跟你说你的手机要看你的手机型号可不可以用哦，然后就要你自己去查。对，那、啊、如果说你买到不能用的话，那就 GG 了。就是建议大家不了解的话，你就可以就是这一部影片可以对你有些帮助喽。好的。今天看的时候，而且这超便宜的，那个转接头只要60几块，然后80几块都有，就是看看你自己想要买哪一种的。对，我是买69块的。对，然后像那个硬碟的话，200多G 的硬碟就是也没有很贵，大概600多，对，600-700都有。对，可是如果我单买那种就是小小的这种的啊。它只要到100多G 就要900多块了，对，而且容量都没有到很大，所以我就现在学聪明了，就直接买了这个转接头，然后加硬碟，硬碟的话就可以买到很大的。对，如果说你想要就是把一些手机里面的照片啊、影片啊，想要把它分类好的话，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，因为。我的手机128G 哦，还是120，反正100多G 也不够用，因为现在的手机下载程式它容量越来越大了，我只要更新，然后它又容量又变大了，然后我就觉得我手机里面的容量根本就不够用，就算出了200多也不够用，因为影片、照片啊那些实在是太多了。对，也有一种方式就是你可以就是买，就是手机内建里面的云端啊或者是什么的。对，可是我就是不习惯，就是存在里面，我就是把它存在那边看啦。如果说，你有习惯就是存硬碟的话，你就可以去参考看看。对，所以不是每个手机都可以就是用很大的那个容量的硬碟，不是每个手机都是可以随便就是买一个就是转接头都可以用，没有，就是要看你的手机可不可以有资源。对，就是分享我一段就是。买了又换，买了又换，买了又换，然后又就是一直重复，我就觉得很烦啊！真的，应该也有人跟我一样吧？应该也有人跟我一样不知道，就是啊，原来我买这些是这样，我的手机是不能用的，哈、啊。对啊。好喽，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这部影片的话，就是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启你的小铃铛哦。哎。